能挡住这么快的刀，是哪位高手相救？我要让你做的，就是让马芳龄爱上你。也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出马空军。奴才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拦万马堂的马队，说谁派你来的？镜子。来人，镜子。是。公孙大哥，刀。不劳大小姐动手，我这就把他的人头给你带过来。刀。小姐不可。封叔有何高见？按照万马堂的规矩，行刺者被捕后应该先受审，查明身份、动机和幕后主使，方能进行下一步处置。好，那我就在这儿审。小姐，不可。我们此行是迎客。按照万马堂的规矩，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恭迎慕容公子之事不可迟缓。封叔左一个万马堂的规矩，右一个万马堂的规矩，难道你的意思是我马芳龄没有规矩？封叔，咱们都是自家人，没有必要为了这点小事争执啊。公孙段，你也不懂规矩了？我这儿跟小姐说话，你一个贴身侍卫，有你插嘴的份儿吗？哼，万马堂的确有这个规矩，可能是小姐一时忘掉了。封右使话糙理不糙，还请小姐三思啊。我并非有意为难小姐，这是国有国法，邦有邦规。当年我们和令尊一起打下江山，正是倚仗着这套邦规，从上到下事无巨细，从严律己，才使万马堂成为当今天下第一大门派。如今堂主不在邦中，还望小姐以身作则，为大家做出榜样。封叔真是个自律的好忠臣，只是我不知道，当这个人的刀刺向我的时候，封叔你在哪儿？你所谓的规矩又在哪儿？万马堂的规矩我的确背不全，但是我知道，今天若不是他的刀偏离了三分，此时掉在地上的不是我的头发，而是我的脑袋。若不是我爹身体抱恙，由我代替他来到边城，此时掉在地上的就是我爹的脑袋。堂主武功盖世，刺客杀手什么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这种小事用不着我们操心。你封右使和云左使怎敢如此对待大小姐？大老板现在闭关养伤，把万马堂的大小事宜全部交给大小姐，这些老臣肯定心中不服气，可以刁难他。这帮老家伙
真不知道大小姐这些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哇，看来该我出场。你不要跟着啊。今天这个人我是杀定了。小姐若是执意破坏万马堂的规矩，我等就在此卸任万马堂的职务。谢，让他谢。我数三个数，如果你不谢的话，你就是四条腿生的。哪儿来的野种，敢插我们万马堂的话？哟，亏你们俩还是老江湖，连本公子都不认得。知道你们这趟顶风吃沙子来干什么来了吗？阁下是？在下慕容明珠。原来是慕容公子刚才救了大小姐，小意思。原来是慕容公子得罪了。娘子，咱们两口子就不用这么客气了，这两个老家伙怎么回事啊？吃火药了？公子不必放在心上，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难免争论几句。那不成，我这个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娘子，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非得往他身上戳几个窟窿眼不可。公子请息怒，我们将刺客生擒，正在讨论如何处置。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杀呀！既然慕容公子发话了，那就请你亲自手刃这个刺客吧。慕容公子，请吧。哎呀，这个人还不能杀啊。为什么？娘子，我刚刚算了一下黄历，今天凶神落西北，忌杀生，忌动土。娘子，咱们这一刀下去可犯了大忌了，为了出口气得罪天上的星宿老爷，咱得不偿失啊。真的假的？真的。但是啊，今天吉神落东南，宜出行，宜理发。刚才这小子一刀替娘子削掉了几根头发，可是替娘子添福呢。可是今天若不是此变故，遭遇危险的就是我爹了。现在刺客杀人一般都是被买凶杀人，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不如把他带回万马堂严刑拷打，让他把雇主吐出来。如果他嘴硬的话，就把他关起来，让他给娘子当人肉沙包，娘子烦了就抽他两鞭子，闷了就踹他两脚，怎么样？好主意。鞭子。今天看在慕容公子的份上，我就让你再多活几天。公孙大哥，把这个人给我拖下去。是，小姐。树大招风，家父统领武林第一门派，难免遭人妒忌。刚才的事情请慕容公子不要放在心上。不会不会。等等我。走那么快也不等等我。谁让你过来的？我怎么不能来？哎，他谁啊？哦，你就是马空泉的女儿吧？长得还挺美的嘛。姑娘您是？啊，这是我的贴身丫鬟小林子。乡下丫头，没见过世面，以后还得有劳娘子多多调教。不碍事的，我们进去坐吧。大小姐暂时安全了，你们先回去吧。是是。
今天算我们走运，老天爷站在了万马堂这边。走吧。崔农，怎么了？过这么久了，你不想见他一面吗？这不是已经见到了吗？好一个万马堂，不愧是武林第一门派。当年我爹靠着一把刀打下江山，在这片大漠上创建了万马堂。如今我爹已经过了挥刀四方的年纪了，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有时候我真恨不得自己是个男儿身，这样我就不用。你就用不着违心答应这桩婚事了，对吧？娘子你放心，这个地方永远都姓马，以后咱们家的事儿你说了算，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的话，我就一剑戳他几个窟窿眼儿。慕容公子，您的房间我已经吩咐下人安排好了，你有任何的需要直接跟他们讲就可以。娘子真是太体贴了。这边请。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就不跟你绕弯子了。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爹的？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爹呢？到底是谁想要杀的？这个世界要杀我爹的人分为两种，一种呢已经死了，第二种呢就是终身被囚禁在这里，做万马堂的马奴，过着牲口不如的日子。你要是想把所有要杀你爹的人都关起来，那你的那个牢房要修得再大一些。好，那我就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你的骨头硬。公孙大哥，交给你了。小姐放心，我会好好照看他的。喊呢？喊出来！就喜欢听你们这些马奴撕心裂肺的声音，外面那些人还等着听你唱戏呢。没事，不会是个哑巴吧？他一定会喊出来的。要不要赌一赌？哎，咱们去吧。对对对，什么？赌一赌吗？天黑前，他如果是不给咱们唱戏听，我的晚饭归你们了。好，走了，好。头长，好好欢迎一下你的新朋友吧。打！打死他！
小子，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是你害得我没有晚饭吃。干了一天的活，没有饭吃可真是折磨人呐。放心，以后时间长着呢，我会加倍偿还你的。嗯。去把他们的头全都砍下来，否则不光天要诅咒我，我也要诅咒你。慕容公子，这里就是万马堂的跑马场。嗯，萧萧马鸣，悠悠佩京。万马堂果真不是浪得虚名啊。公孙大哥，替慕容公子挑一匹马试试。来人，把小姐的冷银霜牵过来。来人，我要上马。哼，算你小子有福气，能伺候小姐上马。跪下。怎么有那么不服管教的马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娘子息怒，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拦我杀他？你跟他认识啊？实不相瞒，我跟这个人在无名居确实有个一面之缘。我知道娘子心里恨他，其实我心里更恨他。我要早知道他是个刺客的话，我非得一剑戳他几个窟窿眼不可。现在也不晚。哎，娘子，我是要杀他，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更有趣的杀他的方法。什么方法？你说，送他上决斗场。原来公子也有这个喜好啊！哼，万马堂的马奴决斗天下闻名，如果不看上一场的话，实在可惜。好主意，来人，送他去决斗场。是是。叶大哥，马奴决斗是什么意思啊？万马堂身居大漠之中，与繁华城镇隔绝，少有一些娱乐方式。哦。所以自从万马堂建立以来，就一直保留着马奴决斗的传统。被选中的马奴，他们上决斗场只有一个规则：要想活命，就必须杀死对手。因为一个马奴，如果他能够杀死100个对手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真是残忍。喜欢看那么血腥的东西，难道你跟他傅红雪有仇？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我并不知道他要来边城做什么，但他一个人敢挑战万马堂的马队，这种勇气和身手值得敬佩。嗯，也许上决斗场是他唯一活下去的机会。进。小子，明天你的对手是我，知道吗？决斗场是我们马奴唯一可以活着离开万马堂的机会。知道我在那里杀了多少人吗？99个。明天我就可以离开这里，永远不用再回到这个黑屋子里，永远离开那些煮羊玉。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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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傅红雪，你终于来了。你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你是谁，而且已经等你很久了。你想要做什么？我来帮你。帮我什么？在万马堂，你想活下来，必须学会很多事情。我会教你。比如？比如，明天怎么在决斗场上杀掉你的对手？他跟我无冤无仇，我不想杀他，我不想杀他。一个真正的男人，必须学会很多东西。在万马堂，你不杀掉别人，就会被别人杀掉。我会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第二集砸开了脖子上的锁链，在我看来他很快就会还手了。小老鼠，你倒是叫我。you
娘子，儿戏而已，何必当真呢？刚才被抬出去的那个人杀了99个马奴，现在你杀了他，看来你的确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万马堂一向爱惜人才，今天本小姐就给你开恩，你自由。亲吻我的脚，你就可以离开了。我不想走。大胆司马奴，居然敢用你的背对着我。转过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傅红雪。傅红雪，你给我听着，转过来，现在跟你决斗的人是我。大小姐，给我闭嘴，把刀拿来。大小姐，这太危险了，别再让我说第二遍。把刀拿来。把刀捡起来。今天要么就是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我不想杀你，也不想被你杀。你没得选。那一招简直要人命啊。那是魔教的招数。魔教？魔教不是早已覆灭了吗？这个人的武功比我想象中的高得多啊。他虽然被古钉封住了内力，但以他现在的身手，万马堂上下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之所以愿意回到马圈，肯定是想刻意留在这儿。好大的院子。两位请。两位请。慕容公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好嘞。坐。小林子，我看你也该回家了吧。什么？我不回去，我又给你当丫鬟又伺候你的，你就这么哄我走啊？我不走。你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要是我一个人在这里逍遥快活多好啊！想让我走，没门儿！你得告诉我，你在这干嘛呀？是图财还是图色呀？你这当丫鬟的，少打听主子的事儿。哎，你，哎，你告诉我，我才可以帮你嘛。你帮我？嗯，好，告诉你也行。不过这件事儿，你得给我烂在肚子里。当然，当然，绝对守口如瓶。好，你听说过生死经吗？生死经，就是那本至高无上的武林秘籍。听说学会了之后可以飞天遁地，空手入金石，还可以起死回生，是不是？哎呀，那都是哄小孩的把戏。没错，我小时候也被这个传说哄过，但不一样的是，我至今仍然相信。知道小李飞刀吗？当然，小李飞刀李寻欢嘛，力无虚发。的确力无虚发，但他老人家一辈子却输给过一个人。输给过一个人？什么人啊？白天宇。白天宇？传说白天宇曾经空手接住过李寻欢的飞刀。哇，这么厉害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白天宇学了生死经？我也只是猜测，要不是学了生死经的功夫，怎么可能有人接住力无虚发的小李飞刀呢？他的故事我也听说过，他的义弟马空群就是这儿的主人，帮他覆灭了魔教。可是，他唯一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这个没头没尾的故事。但是我呢？就想把这个没头没尾的故事给补全，而且白天宇还留下了一样东西。什么呀？就是马芳龄手中的朝露剑。朝露剑？那把剑是白天宇留下的遗物，马空群就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女儿。白天宇擅长用刀，当年他的神刀门威名远扬，可是他为什么留下一把不善使用的剑呢？这个我也很疑惑，所以我觉得那把朝露剑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我想弄过来看看。马大小姐，这个是我们家主子专门为你酿造的桂花酒，来喝一杯。桂花酒？嗯，这大沙漠的哪来的桂花呀？是我们家主子从几十里外找人采来的。好吧，那我就喝一杯。喝一杯哪能放过你啊？我呀，一定要把你灌醉。你妹妹？嗯，哦，你在笑什么呀？我是说啊，我们家主子能碰到你这么好的姑娘，真的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呢。是你家主子让你来跟我说这些的呀？啊？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他不是慕容家的公子。什么？他不是慕容家的公子，那他是谁啊？他兔子。他是一只兔子？他怎么会是一只兔子啊？那个，因为你看啊，他是从月亮上落入凡间的一只兔子，可是呢，马大小姐，你也不是普通人啊，你是天上落入凡间的嫦娥，所以你们两个一定是天生的一对，你们一定会长长久久永远在一起的，是不是？啊，来，咱们俩干一杯。这个酒还挺好喝的。其实啊，你根本就瞒不过我，你是喜欢慕容公子的，对不对？谁说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他的那个眼神呢，根本就不是一个丫鬟看主子的眼神。你看他的那个眼神，是一个小女孩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的那种眼神。所以，你根本就瞒不住我，你就承认吧。
马达小姐，我告诉你，我从以前没见过我们家主人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可是呢，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总是把我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哼。好了好了。你在干什么？没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听说万马堂大小姐马芳龄手中有一把没人能拔得出的招路剑，而且她曾经许诺过，只要有人拔出这把剑，她就会嫁给他。我只想试试我是不是那个人。结果呢？遗憾的是我拔不出这把剑，庆幸的是我娶的并不是这把冷冰冰的剑，而是个温柔美丽的女人。你对女孩子嘴都那么甜啊？是啊，只是在我眼中配得上温柔美丽的女人并不多。只可惜像我们这些出身名门的后代，婚姻的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还好你不像他们说的那么讨厌。谢娘子美言。早点睡吧。娘子，要是有一天有人能拔出你这把招路剑，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世上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吧。如果有这个人，我会抛下一切跟他走。